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迎接旅客的各位，请注意，由北京飞来本站。行走济宁的第一站是曲阜，孔孟诞生与儒家思想发祥之地。2500年后，孔庙苍柏依旧葱郁，杏坛文脉仍在传承，伟大的儒家思想已经演变成中华民族共通的精神话语，并且跨越千年，在中国一脉相传。这一座座桥，一道道坊，按皇城规格建成，从汉武唐宗到明清数朝，2000年间，皇帝们都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祭祀孔子。不管这些帝王们来自何方，见过怎样的功绩，在面对孔子时都会恭敬有加。孔庙的一切都如同儒家文化一般，中而不庸的格局里影响着山高水长。走过一条小巷，便来到了孔府，来到了孔子后人居住的地方。这些古老的庭院与门楼内，上演了孔子后世几百年间的家国天下。孔府的主人们将名利看得淡如水，却又遵循着先祖的礼与义。流传至今的孔府家宴，更是兼收了孔家数代子孙的规矩与信仰。邹城的义山上，不仅留下了两位圣人的足迹，更留下了从春秋以来历朝历代的名贵碑刻，为济宁添上一笔浓墨重彩的文化奇观。今天的孟庙静谧安详，断机教子三千泽林，孟母对一代亚圣的影响流传千古。于是孟母殿旁这块母教一人碑，正在这里告诉后人，什么是大器之城，什么是大将之门。济宁因儒家思想变得厚重，又因泱泱运河变得生动。如今运河水仍旧向南流淌，河岸城镇焕发着现代新生。运河带给济宁的文化交往、艺术传承、商贾云集与墨客驻足，穿越着历史与现实。千年铁塔寺依旧浑然挺拔，声远楼的钟声悠远绵长。古老的竹竿巷见证着运河的兴衰与朝代的更迭。
行走在济宁，处处可见运河古迹、文脉传承。230公里运水过境，在烟波浩渺中涤荡出历史的缩影。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济宁，东边文脉源远流长，西边却在习武声中高喊着打抱不平的口号。800多年前，这里竖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，留下了被演绎的《水浒传》。虎头峰上鼓声雷响，梁山上升起一股风起云涌、人叫马鸣的迎战情绪。中都汶上，佛教圣地，悠长钟声，古塔旧梦，1500余年的宝相寺内，人们纷纷点亮必有安宁的香烛。1994年，宝相寺地宫内出土了佛牙舍利。从那之后，太子灵宗塔上年年可见佛光普照。新逢盛世，方见佛门重光，这是济宁的缘分，亦是每一个前来祈愿的人的缘分。当快舟驶入微山湖时，相信每个人的身心都会被这烟波浩渺、水天相连的湖水所融化。除却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，这里的接天莲叶、芦苇浩荡、余音嬉戏，更组成了一幅奇丽的自然画卷，让人沉醉。湖中的船上酒家，可以品尝名扬大江南北的微山鱼宴，看渔家歌舞，学学渔家的端鼓腔与鹤琵琶弹唱，或者参加这里别有风味的渔家婚礼，细细品味这方奇妙的世界。四水十景，安山春秀，泉林润泽，四季休闲。在这深山古寺内，在这共牵连理的夫妻银杏树下，可以许下自己的美好心愿。在家乡的汉代画像石，亦见证了石雕艺术的源远流长与孔孟之乡的繁荣兴盛。这就是济宁，一个特别的城市。从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，到运河滋润的人文传奇，从浩瀚别致的自然山水，到热情淳朴的风土人情，在兼收并蓄之际，它亦动亦静，在积淀千年之后，它丰富多姿。孔孟之乡，运河之都，行走济宁。